那么你的秘密，我也希望它能以最盛大的方式开幕，然后以最好的样子谢幕。我相信你。他来了，就在这座往事乐土中，青石之绿者已然降临。你的脸上已经出现了那种决意赴死的神情。你想让我炸死？作为骑兵？当然，毕竟我是个欺诈师嘛。亲爱的观众，欢迎入场。我们告别的那天，好像也是这样一个月夜呢。